小时候的你梦游的感觉是怎样？没有梦游过，好可怕。不是，我从头到尾只有一次梦游是有意识的，我其他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我好像也没那么常梦游啊，我顶多起来叫一声，然后我就躺下去了。梦游应该只有那一次而已。那叫梦遗哦，原来那是梦遗哦。没有啊，我以前真的会起来大叫一下、啊。以前我还没搬新家之前，在旧家之前，因为比较小，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我妈还有我妹一起睡，就两张双人床，然后我自己睡一张。她说我晚上会突然坐起来大叫，坐起来啊，然后我就躺下继续睡。我家人会看你台吗？他会不会看我台我不知道，但是他会看我的 YT。 我昨天不是发了一部我小时候的 YT 吗？我妈看到之后传了一堆我小时候的照片过来，我也是不太懂他在想什么东西，很奇怪啊，想法很奇怪。我朋友睡到一半会唱英文歌耶，比你猛。还好啦，牛排睡到一半会打会战耶，而且还是输的会战，啦啦啦啦啦，这波会输哦，拜托，牛排睡到一半会打会战，还是输的会战呢？拜托，开玩笑，连做梦都要是输的，到底是多惨？连做梦都是输的。我们几个会叫 ID 还是本名？大部分是叫本名啊，通常是叫本名啊。牛排的话是叫他牛排。阿舍舍的话是叫他本名，阿封堂的话是两个都会叫，黄一堂跟封堂都会叫，阿卡萨的话也是两个都会叫，咪咪蛋的话就是咪咪蛋。咪咪蛋本名叫什么？力宏啊，宏哥你都不认识啊。香香昨天很在意咪咪蛋有没有看台，哇，好了啦，在一起了啦，好了啦。不然闪电狼就出个什么爱情公寓啊，对不对？出个爱情公寓啊，找一些 ME 的女艺人来也可以啊， ME 的男艺人来也可以啊，找一些单身的男女来拍一下啊，电竞爱情公寓啊。不是，企划就是要这样子想的嘛，不要动不动就往动物的老二那边看嘛，奇怪，企划是这样子想的，你看着一个动物，你是看着他天真无邪的样子，你不是直接看他的屌好不好？奇怪，一只羊那么可爱，你怎么会看到他的屌？真的很奇怪耶，莫名其妙。超负荷成阿法，咪咪蛋成香香，我说不定演到后面反而角色相反了，对不对？大家住在一起相处下来，发现哎、欸，好像没那么合适，就发现哎、欸，我跟另外一个人好像更适合，也有可能啊。那么刺激的东西，而且又不用吐，奇怪哎、欸，对不对？然后可以接个工伤啊，对不对？平常在宿舍里面玩遗落大陆之类的也可以啊，奇怪哎、欸，他们在里面也可以开台啊。快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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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强了。妈的，没被凶过是不是啊？哈，冲锋啊，你没看过是不是？开玩笑，你好好射啊，优咪，你只要控鼠标而已，你好好射好不好？Jungle 走了，治愈叫一下。不要再来了啦，上车，干够了没啊？这耐德力够了没啊？干你老是耐德力勒。
十，十。Nice， 我快受不了了！这蜘蛛到底为什么都不来 game？ 我这快受不了了！再拽，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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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拽什么啦？拽什么啦？哈！啊！你话搞啦哈！哇秋对更加就对了更加就对了来更下快点快点快点像空气般如影随形我想尽办法捕捉你的美丽蜘蛛却换来更多距离 我是怎么杀那个 AD 的小兵打死了吗一切都只是幻影176块 get 主摸这么巧有考虑打职业吗啊我刚刚就问啊 Greenfin 缺不缺 AD 不然你们永远都要输 SKT 耶我号称SKT 杀手，你们还不赶快换个 AD 吗？啪啪啪啪 ，bang 啪啪啪，回补 BF 大剑 ，carry 05 VAD 042 support， 然后我们打得这么辛苦。啊！我的徐阿品啊你打不赢吧？你打得赢他吗？啪啪啪啪啪啪！哎，大家认真一点好不好啊？为什么这场会这么难打、啊？完全没有道理啊！你们躺好可不可以啊？不要再雷了好不好？你要打是不是啦？你是真的要打是不是？抱歉，抱歉，抱歉，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很抱歉的心得，蜘蛛绑绑空，还敢上？跳兵回来闪现，逼自己闪现。卡米尔进场，完全没什么伤害。家里哦，撞死人！嘲讽住奈德利蜘蛛，再补一个绑，绑到瑞空摇摇，有没有中？没中。瑞空差点在耍低能，如果打家里哦，早就死了。还在送，还在送，没关系，我还能打。干，好补哦。哇操嘞！哎、欸，奈德利也太补了吧！看他补一下，好大一口、喔。哎、欸，他们吃很慢呢、欸、，AD 太瘦了。哦，哦，哦哟！哇靠！哎、欸，可以耶、欸！哦，可以可以可以，上我车，优咪上我车 ，W 好，我们现在只要运气够好的话啦，一普攻普攻 W 普攻普攻，勒布朗就死了。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应该这样就死了。爆率75%，我觉得难度应该不高，要达成我刚刚讲的，应该没有到很难。哦哦哦！全部 CC 住 ，Gario 一只都收不到吗？这么夸张？
我先吃，让我吃。关你屁事，关你屁事，很抱歉，就是关我的事。我 carry， 干这场没有下路这么屌的话，早就输了，好不好？干我跟鬼一样哎、欸。GG AD jungle 铜牌，可怜，吊打。连他都知道是 AD jungle 的差距啊，不过 AD 是差比较多一点的。哎，不对啊，对面奈德利不是蛮强的吗？整场输出爆炸高 ，carry 尤弥伤害比这个卡密尔，你是吃屎长大的是不是啊？伤害输一只猫咪，丢不丢脸啊？真的很丢脸嘞、欸。